傅泽一，你行不行啊？ 怎么了？你要喝可乐？你家有生姜吗？你要做姜汁可乐。嗯。厨房里好像有。行，那就够了。你出去吧，这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回去休息。 小心！哦，没事，又没碰到，没事的。傅泽一，你行不行啊？你有什么？啊！我感冒了。还发烧？吃药去。 趁热喝了吧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喝，就是有点烫嘴。我等会儿再喝。嗯，哇，小虎儿，他那个生姜糊锅底了。人总有失手的时候，是吧？你昨天就做的很棒。 再说了，傅泽一肯为我进厨房，哼，我已经够开心的了。你好点了没？应该退烧了吧？退烧了？嗯。你干什么？你靠那么近干嘛？不是，你不是说你退烧了吗？我看你体温啊。吓死我！ 我还以为你要像昨天那样亲过来。昨天，我亲了你。你怎么好像失忆一样？不是你说测口吻比较准确的吗？好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准。 我生病还没好，你就亲了我两次。你要记住，这是属于我的吻。我比起昨天，有没有表现更好？比昨天更流氓。